给当地华人去加强改造。我们现在到到苏武了，给大家看看苏武的夜景。以目前还没有像台湾叫先进呢、啊，有地铁，有火车。这是他们的外面小夜市。这里第二大城市还没有火车哦，还没有高速公路。哦，还没有高速公路，等一下我们越过大桥了。越过大桥，就是往苏武市去了。那这里到饭店，加油站，大概要30分钟。30分钟到饭店，那出来玩，不管你是来到菲律宾国家也好，到别的国家也好，安全事项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第一，这夜店，我们在住的是市中心，大家这个皇冠大饭店，也唯一最高的建筑楼了，第二大城市，总共有38层楼。哦，将现在大概我在讲哦，安全事项所讲的。晚上如果要出去逛，晚上是市中心有没有？第一，包包尽量顾好，放前面好不好？前面是自己的，不用讲了啊、哦，后面是人家的。钱财不要露白，车子好可爱，看到钱财不要露白啊！有没有戴金项链那些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哦，最好不要了，好不好？相机，然后手机电话。好，等一下再到时候让大家看夜手机电话白天的景色，晚上出去逛。